不是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咱干啥呢？我知道，我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们要过来，反正肯定要拿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拿些什么呢？我们要拿前面写了多少千克这个东西，然后保证我们每个人拿的东西是一样重的。是吗？对，应该是这样。阿福，你要那个东西？你轻了？我轻了吗？过来。Oh my god！ 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上面写的什么？金币厂是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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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哪里有？哪儿？哦，只要什么什么什么，就能重置机关，提前结束惩罚。啊？那女生脸上有个画，那个画你啥意思啊？应该它是红色的，就是往上。我估计得拿东西，可能配重之类的。对，要不他不会写多重的。但问题是这些东西怎么我根本拿不到啊？你拽这个绳子就能拿到。我根本拿不到，我这个手根本没这么长。哎呦，去！好，我先拿个，我拿个16的吧。哇，你居然拿到吗？可以啊。哇、哦！你看你拿到了会怎么样？拿到它应该往下，刚开始下的是因为我们俩举重本来就比阿普重，所以我们是往下，阿普是往上的。试一下啊、哦。16。16。拿了个16的。哎，感觉好像在变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感觉我往高了一点。是吗？那你再拿一个呢？我拿个20的，哇，20+16，哎，好像有变哎，哦，我有往上了，而且我发现我们上边还有一些那个重量，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要怎样可以我们集体上升，上升到第二层，但怎么样能让所有人都上升？你再拿个东西，飞机。我想把那个手套拿过来。你拿呀，我也拿个手套吧。哎，我的手套！哎呀，我的手套！哎呀，对。我的腿好敏捷，我这个手，我居然用腿把手套接住了，太厉害了。我们如果现在我觉得三个人都平均的话，我们要不要试一试每个人都拿一样的千克数，看能不能三个人都往上升？是吗？试一试嘛，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嘛。那我们拿一拿吧。好，我现在是36。那我们拿，我们接着拿什么呢？我们都拿一12的，因为阿普那还有12的。对吧，都拿12。好吧，都拿12，看能不能上升。好。啥意思啊？我拿上面。我下来了。哎，我也上来了。我也上来了。对啊，就是我一个人是拉你们两个的嘛，我是那个红的啊，你们是两个绿蓝的。蓝的是吧？那我们要怎么呢？只要怎么才能重置机关呢？这个地滑轮吗？哎。我忽然想到，有没有可能是两个人都往下，然后把一个人先松上去？松上去你要拿什么？对，我不就是不知道这个吗？那上面，哎，会不会你需要把那擦掉啊？哪个擦掉？你是不是你要你上去把那些东西擦干净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。啥都得擦干净啊？对，你升上去把那些涂黑的地方擦掉，只要怎么样、？OK。对。对，等于现在就是阿普，你把所有东西都还回去，然后我和火速拿很多重量的东西。对，先等我还回去，然后你们一直拿。对，一直拿一样的。对，好。OK。我也接着拿。来，再拿，你们还能拿吗？我拿不到了。我也拿不到，太往下了，有一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
啥？我先提前拿一些，然后你们就能拿更多的，然后我再把它扔掉。对，你拿重的就好，你拿上面的。我拿上面。好，好，我先下来一点，然后我接着拿。好。28的掉了，我只能拿24的。好。啊！对，好，我接着拿。好。拿不动了。哎，那你直接给我吧。对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拿完过，现在就直接给我。对，你俩不用平衡是吧？对，我们应该不用平衡。我们俩不用平衡。来，你直接给我。好。好，直接给我。不给我，都给我。OK。我有拿了24的。不够吗？我再拿20的，等我一下。20的我也拿了。我再拿个16的。再拿个16的。拿一堆。拿五可拿了哈。拿了蛮多的了，差不多够了，压回扔去就好。我们现在它已经很高了。不，你这给我吧，相当于是增加我的重量。来，给你。好，这样。小心，太重了，这个应该还能再上很长一点。可以。只要什么？只要按到不一样的眼睛，不一样的眼睛。哎，哦，这上面很多眼睛，这上面有。对，我看到很多眼睛。只要按到不一样的眼睛，就能重置机关。按到不一样的眼睛什么意思？那我们得找的这墙上。我看到了。哪个？在哪儿？都是大圈，那边有小圈。我看到了，那边有按钮，那个眼睛，那个是重置键。那我要升上去了。OK， 我来拿。那我把所有东西都扔了啊！你慢慢扔，一个一个扔。我扔一个吧，我扔一个最重的吧。一个一个扔，我要把你们俩送上去。好。我得拿好多。恩琪，你再扔一个。好，再扔一个。我也要扔吧。你也可以扔。扔了。OK， 好。哇。哎，飞机，这能不能拿？OK。哇！你把所有东西都扔了。好。哦，下了。很棒，非常 nice。阿婆拿一个，你帮我拿一个。OK。好。阿婆。OK， 好。来。OK。哦，你找到了吗，团结？啊，我看到了那眼，但我得再往上一点，现在不行。好，难度要求有点大。你能不能拿工具来按啊？等我拿工具按一下啊。按到了。好了，漂亮！机关已重置，房门将在5分钟后开启。